最后要进来一笔钱，需要避避风头。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，却没机会长成武。有人失去了自我，走投无路四处不能。有人为了梦想，为了三餐养家糊口。爬出来的腰，长阔的袖子空。拥挤的大楼里，对吗？陌生人都来自外地。他埋头写着履历，还抱着多少东西？往返在九三零，好孤独，内心盘着奇迹。沉重的行囊，盛满了愁。